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吃麻辣兔头了，因为这个兔头实在是太香了，太好吃了，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吃，感觉无从下口。这个是舌头，太香了。就是腮帮子，然后用这个腮帮子在这一头把眼睛挖出来，是不是很残忍？还有另一只，然后其他地方就不会吃了，一会儿再慢慢啃。先吃这个，眼珠。